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小记者大爆料，我们已经来到了第20集了，给自己掌声鼓励，也给你们掌声鼓励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走到第20集。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会囊括一整个礼拜娱乐发生什么大事，如果你喜欢的话，先帮我们按一下 like， 然后帮我们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礼拜呢本周娱乐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迹。而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娱乐 Top 3。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小旋风林志颖，身体状况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有没有好一点？这个小旋风呢，之前严重车祸，现在好像呢，有转普通病房了。当然呢，有传出他在这个超话里面啊，有偷偷的签到，好像惊喜的现身，粉丝也都超激动的，大家都开始在回忆说，哎呀，想当年怎么样来追这个林志颖，怎么喜欢林志颖的？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样认识林志颖或喜欢林志颖吗？我先说。其实我一开始最喜欢林志颖，有一个作品到现在我都印象超级深刻的，是他跟那个苏有朋一起拍的哪一部？时代的那个历史考古题，有没有骨灰级的粉丝在这边？他当初呢一起演的这个绝代双骄，天哪，我真的好喜欢哦！那时候那8点档，我真的是每天都来看，而且他那时候还为了这部戏，然后出了一张专辑，我也有买。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特别喜欢林志颖，当然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不一样。不过呢，我记得后来我大学的时候还有去。他那时候在金华城，应该大家知道金华城吧？虽然他现在已经拆掉，夷为平地了，但是那时候在金华城，他有一间餐厅叫梦想家，我还有去吃过。当初也是冲着林志颖的名气去吃的。不知道林志颖，如果你现在有在看 YouTube， 然后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讲这件事，会不会心里有点感动呢？没错，真的是追你蛮久的。OK， 好，希望呢早日康复，早日赶快回到大家的面前啊！还有一个《爸爸去哪儿》，对对对，这林志颖真的讲不完嘞。好 ，Whatever 呢，我们要来接着要来讲本周的娱乐 Top 2。本周娱乐 Top 2呢，最热门的当然还是要来讨论一下这改邪归正的邓家华啦，就是有小记者我呢，连续直击了2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去，其实我以前真的没接触过邓家华，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真的接触他以后，发现其实他的人还蛮怎么讲，害羞内向，但带一点点小给小，你知道吗？那种给小就是有点像小屁孩这样子，他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吧，就会做一些你知道小动作。像我就问他说，他被那个导演就爆料13点，就是说他怎么样有骗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你真的没吃过真鲜吗？怎么可能？然后他就这样低头笑笑笑。然后我就说，你一定有吃过。他说，对，他有吃过。然后说，那你干嘛要发那个文？他就说，就是觉得好玩，你知道。是蛮屁的，但是就是会觉得，哎，好啦，大家不要这样子一直去刻意的攻击他。我自己觉得他的人是蛮善良。OK， whatever， 本周娱乐到底要讨论他什么事情，就来讲说他之前拍 A 片的价码到底是多少钱。OK， 大家想想拍一个 A 片，你觉得可以拿多少钱，或者是多少钱你愿意拍？好，这个导演呢就公布了这个一般男优的行情价。你们知道是多少钱吗？拍一部片，男优竟然只能拿到5-6千块。其实说多也是多，说少也是少。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你知道这么大尺度的演出，那6千块够吗？但是如果它又是一个常态性的，就有点像是你知道一个工作，那6千块好像也觉得，一个平均的价格是吧？那不知道大家觉得你可以接受，就是当男优要多少钱，或者是，对啊，我自己是觉得6000来讲，对了，好，不要讲我好了，来讲他的价码是多少啊？他的价码呢是有30000块，再加因为他是第一次，所以还给了他一个600块的红包，30600元啊。那个导演呢那时候就讲说，他根本就没有那么穷啊，他那时候领那么多钱。好，这边我就要替邓家华讲话了。其实我去问邓家华，我说，你这笔钱什么时候拿到？他说半年多前。Hello， 30000块，半年多前你拿的时候，怎么可能？拜托你每个月薪水领完，你有超多月光族，这边月光族的举手。有没有？有没有自己摸着自己的良心讲，你是不是月光族嘛？30000块，先姑且不讲他是不是有很认真的每天在工作，但是30000块，我觉得，
好了，半年了也该花光了吧？当然，他中间还有很多骗人，比如说他给妈妈钱，他也没给啊 ，whatever， 就是好了，就总之这个价码值得讨论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觉得，哎，蛮有趣的。原来男优的价格，邓家华算是很高，而且高出大概五六倍。Surprise！ OK， 好，本周的娱乐 Top 3呢，就是我们的女神郭雪芙传出跟这个孙奇君啊分手了，而且呢分得好像有一点点状况哎，因为孙奇君被爆料好像是四处有在借钱，那。借钱这件事，因为孙奇君其实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啊，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或者你知道他一直给人家很阳光啊，然后很你知道很帅，然后很会运动，然后就是感觉很正向的一个艺人，没想到爆出他借钱这件事情。那我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好像是因为他为了要买一个百万的钻戒跟这个郭雪芙求婚，然后呢这个钻戒。可能真的需要太多的钱，所以他就先借了一点点来周转，然后就跟就是拿给郭雪芙。不过没想到，哎，这个婚事好像有一点生变哦。最后到底发生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内幕是怎么样，可以看我们接下来的报道有来讲一下呢。孙奇君到底救了多少钱？郭雪芙为爱投资百万，血本无归，前任被曝到处欠钱，追讨求婚钻戒。郭雪芙去年因为拍摄《山中森林》穿出有了新的白马王子求生衣，但是啊，前一段感情剪不断理还乱。据《镜周刊》报道，就爱孙奇君先前一向交往两年的郭雪芙求婚成功，女方当时开心的点头答应，没想到啊，收下钻戒就闪电情变，郭雪芙还不肯归还。你要干嘛？One boy. 去年3月17号求婚消息曝光后，一向对绯闻打太极处理的郭雪芙发出声明表示，目前单身，也并无结婚的计划，直接打脸孙奇君，还难得使用严厉的措辞，将使用法律行动。啊，吃瓜群众眉头一皱，这事情肯定不单纯。拿出脚来喽！从今天开始，我会把你放在我心中的第一位，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让你幸福，让你过更好的生活，让你衣食无忧，嫁给我，嫁给我。据了解，当时孙奇君为了买钻戒，卖掉自己的中古车，东借借西借借才筹到钱，280万。你缺了多少？哦，对了，2019年他耗资200万在内湖瑞光路加盟的力量拉面，每月就要15万的店租。郭雪芙啊，也为爱投资百万，女方不想继续烧钱，男方不想让心血付诸流水，因此起了严重的争执。那如果他是约好你，那你喜欢这当天吗？我也不要吗？为什么没有债呢？到底欠什么呢？万一他闯事业啊，就一个不小心啊，不喜欢借哦。谢谢会帮忙吗？天哪！不要小心哦。But 孙奇君四处借贷，财务黑洞就此打开，要不到钱的冤亲债主让坏事传了千里。有人形容孙奇君本来是说赚钱了就让女生当老板娘，而谁知道店收了，本钱连扑通一声都没有。Edo， 那为什么郭雪芙还留着百万钻戒，似乎也有迹可循了？谁让他有债务的问题？对此，记者致电孙奇君，但他未接未回。郭雪芙经纪人则回应，他的财务状况我们不清楚。实在没有办法给予什么样的回应。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有状况的话，他的经纪公司一定会协助他好好处理，唯独对钻戒避而不谈。如果这就是你的真心，想娶我下辈子吧。感觉今天呢，这个本周的娱乐大头条呢，应该就是要来讲类似那种分手擂台吧。我想大家应该很喜欢这种分手擂台。前一阵子我还在回顾分手擂台，那惠慈实在太经典了。 Oh my god，对不对啊？想到这个，但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这个分手，今天要聊的是呢，哎，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在讨论这郭雪芙跟孙奇君这分手，然后分手以后还被讨这个百万钻戒，哎，到底分手这个，如果你已经求婚了，那钻戒要拿回来，还是你要不要退回去这个钻戒，还是说钻戒真的可以拿去卖掉呢？大家自己觉得怎么样啊？那。我自己是有听过朋友，就是分手以后，其实男方也没有想要把钻戒拿回来，那因为也很怪，那他也只好把它拿去卖掉。但是钻戒你也不可能说送给别人，说你下次求婚拿去用吧，对不对？这个也是因为毕竟这一次这个求婚就是失败，钻戒的确是蛮棘手的。但是转卖钻戒的应该也是蛮多，尤其是有一些名牌的钻戒，的确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在嘛。但是呢，
分手后然后又要把钻戒讨回来又讨不成，算是分手分得不好看吗？大家觉得怎么样？其实过去演艺圈也有蛮多就是很轰动的分手的情侣啊，像是最经典的小 S 跟黄子佼，就是他有点像是一个时大家一起跟他经历过这一件事情。然后当初在看娱乐百分百的时候啊，直播看小 S 哭得很难过，然后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就说分手啦什么什么的。然后你知道后来啊，然后又说什么哦有别人介入啦，然后黄子佼又就后面报道都有讲什么他背负臭名啊，然后在演艺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也影响蛮大的。后来虽然两个人都走过了那一段日子，欸，后来在康熙大和解，这是多么的你知道令人觉得哇真的是成熟的大人，就是懂得什么叫做爱，你知道吗？我有分开没有连在一起讲好。但是呢我觉得小 S 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他就是敢爱敢恨，但焦哥呢当然很恭喜他现在也有找到自己的你知道 family 然后有小孩了，但是他们都很你知道其实他们没有必要去面对这些，但是因为社会大众媒体啊都会一直问这些事情，虽然逼不得已要把这些你知道最内心的一些爱恨情仇都摊出来。所以焦哥到后面其实还会被问说哎，你当初怎么没有跟小 S 求婚之类的话题啦，就是真的是蛮辛苦的耶。如果你是恋爱的当事人应该想说分手就已经不容易了，那还要再来一直你知道不断 repeat 这些事情跟大家解释啦。在这边也是觉得啊，辛苦小 S 跟焦哥啦。但重点呢，演艺圈分手的情侣呢，我还被 order 要讲另外一组哦，是谁呢？大家有觉得分手分的比较你知道比较闹的一些情侣有谁？大家可以留言，你觉得有谁？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呢？是那一个吗？是吗？欸，我觉得分手要分的不好看，好像都是要有，好像就是要有你知道别人介入啦，或者是有一些纠纷。好像也是，不然要怎么样才会分手分得不好看？欸，最近那个徐佳莹有一首歌，就是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是不是？他那个情境我也觉得很悲耶，就是他讲说，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什么，我们没有任何的第三者或什么介入，然后我们反而因为这样子而不爱对方了，好像这种分手又更痛。最近我在看一部那个 Netflix 的那个中年失恋日记。这部我也觉得很有意思，是这部影集它里面有讲说两个男同志然后已经到了中年都50岁了，结果呢一方突然提分手，另外一方完全不知道 why， 到一直揣测说你为什么跟我提分手，为什么，然后就一直觉得你是不是有第三者，然后结果是没，不知道，我不能爆雷哇，不能爆雷。好 whatever， 大家如果有在看的人，可是如果你有看第一集就大概知道了，反正对，我不知道怎么讲下去。好 ，whatever， 就是，总之呢，分手的原因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第三者，但要闹到不好看呢，还记得当年，其实我觉得在情绪下啦，那时候像隋唐跟姚元浩分手的时候，其实闹得真的蛮大的，然后隋唐那时候也是，就是蛮难过的，然后后续的发展其实也蛮替大家开心的。有时候其实分手也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啦。那时候隋唐嘛，大家知道他有说他心好像被美工刀割到这样子，唉，就是对感情事嘛。那姚元浩当然，我觉得感情的世界里面没有谁对谁错嘛。那姚元浩最近跟这个王心田其实也是这个地下情，一个人认爱，一个人又不认，然后双方又打得火热，你知道吗？也是好啦，总之还是祝福这个姚元浩可以早日呢，在这个恋情里面可能有一个他觉得理想的目标或结果。 by the way， 姚元浩真的很会煮饭哦，我遇过超多的艺人跟他一起出去煮过饭的，就是比方说出去露营啦，来家里做客，他真的很会做饭。所以对啦，就是难怪很多女生喜欢，然后这边应该有他的粉丝吧，对不对？我跟他有一次去那个采访他录影，他真的是随手就这样，弄就可以煮，很厉害，心好男人，对不对？对啊，所以分手的，对，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要我来评论，就是他们分的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过得蛮好的啦，对啊，
这样子会不会我讲的很 boring， 就觉得好像还好。对，就包括你那时候大家说的传闻中的第三者嘛，现在也是过得超好，而且又再创事业新高峰。所以分手有那么严重吗？不知道耶，但是分手也许是个转机吧，回到一个人重新醒思，然后知道自己在上一段恋情里面可能哪些不好哪些好的。对，像姚元浩，对，你看他经历了那么多大家都知道的恋情之后，现在呢感情 OK， 事业呢在这个营业中里面再创高峰。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过往这个分手大家分手的一些比较精彩，包括小 S 啦、黄子佼啦，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来讲这个姚元浩在营业中里面表现如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当年黄子佼跟小 S 这个分手的状况吧。你们两位要上台，我们来个超级大和解吗？同年同场加码上映，2015年金钟典礼上，曾是三角恋情的他们一笑泯恩仇，祝福你。OK OK， 这样可以了吗？好了，看我哥可以了吗？好了，好，就这样了，就这样。不过我跟他的话，你曾经比较爱谁过啊？不要再问了。这画面对六七年级的观众来说，像是小时候熟悉的故事，终于有了迟来的结局。你会有恨吗？一定曾经会有，不只是我们是不是公众人物，还包括我们是谈恋爱谈的比较高调的公众人物。当时我也认为啊，没关系啊，记者要的我就给啊，因为我自己学广电，我知道记者要什么。后来就觉得啊，原来这一切都变成堂证供。有，我有过一点点的恨，但是那个恨并不是恨人，而是恨我自己，恨这个过程。当时的这些决定好像之后就沉寂了一段时间。大部分的人可能遇到这么大的挫折，他可能就说算了，我不要做。对，那当初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持了你，让你还有一点勇气跟自信心继续往下吗？我有试图去开过店，设计公司、公关公司、餐厅，我不会啊，我做不好啊，那我到底会什么？最后在那段低潮时间我整理出来之后，发现我还是对娱乐圈或是讲主持好了特别有感。假设你很容易被别人影响，整个心智会乱掉。我当然也有，我也酗酒，夜夜笙歌，我都经历过。直到有一天我烂醉，我不知道我怎么到家的，我才惊醒，天哪，我被捡尸吗？一个小女孩，我的员工载回家，我觉得很窝囊，一夜之间我就醒了。那自信心的重建呢，必须说真的是靠很多贵人的帮助。包括有一次我去金钟奖的舞台表演脱口秀，邀请我的人是为我赌上了他的职场生涯，他一定要去跟所有人拍桌子说黄子佼可以，可是我心里绝对知道他是赌上他的信誉，为了他的这个承诺，为了他对我的信任，我要把这事儿做好，即使观众未必买单，但是我对我的工作负责。我就这样一步一步一脚印，我对每一个工作都负责，直到我做了1000场记者会的时候，也许大家就会反转了。如果你在碰到贵人的时候依然自暴自弃，你永远起不来了。那自己的心脏也要够强大。你说面对网络霸凌或什么，我们会不会难受？会。路人对你的眼光，你一看就知道他喜欢你或讨厌你。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啊，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可能是在道德上有一些瑕疵，我处理不好，可是老实说，我是犯人吗？我是罪犯吗？我不是。因为这样的理性思考，所以我难过，我难受，但是我认为我不是一个万恶不赦的罪人，我应该有机会重新用我专业的工作跟认真的态度取得你们的重新的信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都很渴望看到更多励志的故事，因此我就决定不要放弃自己。OK 啦，刚刚有聊到这个姚元浩嘛，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营业中里面啦，然后再创事业的高峰，最近人气很旺你们看了没啊？但是呢，因为这营业中最近就是闹出分家嘛，那分家呢，没想到这杨明威他们怎么还在同一个群组里面 ？What happened？ 就是你知道公司已经拆伙了，结果大家还在群组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吧。另外呢，还有就是姚元浩也有偷偷透露了一下关于林志颖的最新情况。营业中分家，杨明威不退群组，姚元浩内幕爆不停，场外激寒，非正式邀约。小朋友
不在乎，其实可以当喝过捍卫战士，我可以喝另外七杯都一样。今晚睡你家。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对，啊，对不起，对不起。爸爸节放纵的部分先就到 Monday。实境节目《来吧营业》中，目前粉粉们最好期待就是第二季，除了杨明威，原班人马将另辟战场。害营业中，老胡双帅八号出席一日店长活动，分离在即，是不是颇感伤呢？想要分家很难，不会啦。当然了，他不会退群的，说不定我就看到他。不好说，不好说，可能道歉。不好说，我觉得很难笑。没有啊，这个都有可能。又停哦，又停不去，不知道，因为不是我们的原因。对啊，没有忘记啦。又停，其实这样不错。我应该也要这样，因为我就上他三集四集可以一直被讲，我就不用那么累还要录那么久。之前在跟九九的三，好辛苦，就是你。不会啦，我昨天还有接到他偷偷邀请我的事情，他邀请我去唱歌，我有点不好意思。他现在要当嘉宾。对啊，他邀我当嘉宾。这还可以先讲吗？可以啊，先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没有啦，还在策划当中。把那个歌单拿出来啦，歌单拿出来，你觉得我唱这个好吗？他可能是要约你去钱柜而已。你误会意思。我最近有收到他们的那个求救邀请。就是说，看我们能不能这可以讲吗？可以吧？不行的。他希望看我跟李九哲跟我们其他人能不能去回去一样回去第四季，然后告诉学弟妹一些。对，这也不能讲啊！不是这样，因为你还没出现，节目也没还没有播啊。不会啦，那可以讲。没有，那是私下的邀请的。没有啊，就是。哦，对啊，我上礼拜还有关心一下，真的很运气不好，对啊，真的运气不好，因为那天我们要比赛，其实还蛮难过的啦，但是没办法，都是运气不好，真的是运气不好，但是他有啦，有康复了，有康复了，对啊，昨天有关心一下，有康复了。我没有看到本人，我都是透过我们身边的共同的朋友，对。然后我是有关心一下他，对啊，他现在有转到普通病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运气问题，因为赛车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运动。你看小智他喜欢赛车这件事情多久？从我小智哥是我的学长，然后他从事这个运动时间更久。然后你看他也都很安全，那有时候真的是开车就是运气不好，然后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真的是最棒的最棒的最棒的，已经他会好的，他会好的。期间常去哪里？没有，因为我们开始在准备这个周末要比赛，然后我们在来昨天的时候啊，礼拜六的时候，就是我有跟共同的朋友聊到，大家都没有过去啊，因为他们需要休息，也必须要真的需要休息、啊。然后大家都是侧面，然后大家像志兴啊，也都会跟大家说，就是谢谢大家关心的，然后状况其实都有在好转，真的都有在好转。接下来这段呢，要来聊聊我们的这个小记者大爆料里面的人气王，只要有他呢，好像流量都还不错哎。哎，这边是不是真的有潜藏的炎亚纶的粉丝？还是炎亚纶真的是，我觉得越看他越可爱哎，就是他真的越来越没包袱，然后就越来越触鼻，你知道吗？有时候看他，哎，他真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
回答了很多，然后很好笑。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个影片呢，就是要让大家看看炎亚纶私下受访问的时候，那有多么的，你知道，放得开，真的有时候放太开。像这一次啊，他就是因为他现在要主持一个新的节目，就是一个新的实境节目，叫《为你唱情歌》。在这个节目里面，然后因为他做宣传嘛，就大家都没来问节目的事情，都在问他哎感情啊什么的。他真的是回答的，我要给他100分，包括他连什么国中啊、第一次啊什么的这种讲的，就是是不是很值得大家停下来，然后看一下这个影片。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太好笑了，按赞，然后帮我分享，按 like， 或者是你在下面留言给我一个赞，我也觉得可以，表示我没有推荐错。我们希望每一集都有一小 part 是关于炎亚纶，希望有一天呢可以邀请炎亚纶一起来上这个节目，好不好？大家一起帮我集气，我希望炎亚纶可以来这个节目，因为炎亚纶实在太有话题了。 OK， 我们来看看炎亚纶到底有多么会聊天。这样子就是看你们一堆堆进来，然后我是真的蛮崩溃的，是我不想要让我这一面让大家知道。我现在很想要躲起来。出去还蛮轻松的，他很多，但我很安静，所以就是还蛮互补的。目前相处到现在，我觉得我们都很开心。可能我们刚开始相处很像好兄弟吧，现在好像不会这样，会有一点害羞，因为他就是真的准备很多东西，然后都是很浮夸，然后很浪漫的。所以我觉得啊，在创作过程中一直都有一些。At least from my side, 我有一些 you know, feeling. 我真的要哭了。没关系啊。哎，好舍不得哦。夕阳消失在你我的眼中，可惜这个夏天我没有办法带你走回伤心匆匆那年。青春无知的梦想，成功再美，我们都不相信。炎亚纶认了国二初恋给第一次，没吃过素，昨天才跟人家暧昧。那七个吗？七个。这样子真的有偏渣呢。炎亚纶20岁的时候没有超过七次。什么意思啊？恋爱实境节目《为你唱情歌》将在8月13号晚间10点播出。炎亚纶担纲明星经纪人，萧雨 and 孙盛熙则是音乐制作人。哎，小编以为是节目记者会，原来是炎著情史爆料大会啊！那这里上一次暧昧多久？暧昧很简单，然后你也太会我的长相。快的话，一个礼拜就决定。慢的话，老实说，我也有过断断续续，就是直接在一年两年的决定，是一个非常丰富经验的，分分合合的状态。是你听到的那一段江湖传说吗？所以我才会坚持要来这个节目，因为我才能可以分享，就让它纯粹化。交往，大家是怎样？现在是欧米是不是？我第一次恋爱国二的时候，然后中间顶多就有一两年是空窗。那炎亚纶现在是持三念佛的境界吗？没有。观自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再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哎，你们不能那么极端，没有谈恋爱不代表持三念佛。不是不是，我没有吃过素，我一直都是一个荤食主义者。那可以聊吧，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哦，20岁的时候在干嘛？打打保龄球啊，那时候还有流行撞球，看看电影啊 ，MTV 啊 ，YouTube 啊 ，You know I know， everybody know， 来给哦，你都选魔戒哦。怎么头才调到别的节目里？那你会觉得很可惜，不加。我也不是第一次在节目里唱这个。
好嘞，接下来呢是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我去直击邓家华。那邓家华呢，这一次啊，他在这个鸡蛋糕店里面呢，老板娘这鹅都盖大鸡。我跟你讲，这老板娘我都想说，他当初应该也是想说呛死呛死去录取邓家华，没想到邓家华呢，让老板娘啊这个假日的业绩翻三倍，哎，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有时候你知道网红有这种带货啊、带客的能力。好像也饿不死，可是邓家华一直在喊穷，哎，到底有多穷？我呢，实际帮大家问出来，他上个礼拜打工三天，薪水是多少？我们来看看呢，我去直击邓家华的影片吧。爱情啊，花一片，现在真正的人就喊，天边天边边，是看卖你。现在已经算很熟练了吧？对啊，对啊。然后他进步真的蛮多。好像听说上个礼拜六生意爆好。没有错，业绩达到三倍。你的粉丝来很多。对对对。那你的粉丝有增加吗？也是有啊，五到千人。因为你之前打工好像都没有到做很久。对对对。所以这有让你觉得说，哎，可以真的长久做下去吗？会有会有。因为大家都很好奇，说你每次都说你自己很穷很拮据啊。对，蛮久的。到底有多穷啦？没积蓄。你因为之前那个拍片的钱就花光。对啊。今天那个导演呢、啊，他又有写说什么十三点之前那个。保全还是什么外送的都是借来的，不是真的打工。保全是真的有，但他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攻击你啊？总之我都把他的一切都封锁掉了，也没有再联络。他还有一点讲说，你第二支影片就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你自己有没有要反驳的？没有没有，就给他说吧。给他说，所以是半默认吗？没有过分。那时候是紧张嘛？对对对，片商说第四支正在筹备中，但对象还没有选出来，还没有决定。我今天看他讲才知道，说你之前跟新轩有官司。我那个没事了。家伙就突然站在我的身后，然后什么也不说，然后家伙就是用顶的方式，然后到最后他是有偷抓手。有还过了吗？有还过，从去年十月的时候。那他怎么说你都没还？就是为了要打击我，而且他还讲说你之前那个什么拍片赚的钱还是什么，说要给妈妈没给。我是存起来的。然后后来那些也都花光了。但现在都还赚得来吗？还是慢慢的努力吧。啊，而且你还要每个月还6000块。对，可以来公馆当天秀他的前面招满鸡蛋糕哦。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蛮怎么讲，严肃的一个话题啦，就是说，中共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呢？其实演艺圈啊，有这个综艺大哥吴宗宪就被问到这一题啦，哎，他回答也是蛮犀利的啊。当然呢，还有就是像是孙安佐啦，大家都知道他最近应该开始玩枪这样子啊，应该大家有 follow 到这件事。哎，我们这集竟然没讲孙安佐这件事情，哎，好像有一点可惜哦，但没关系。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都有做他的相关的这个报道跟影片，但我觉得这个议题的确是蛮值得讨论的，是大家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其实像就是前一阵子就是一直在军演啊，那好像台湾人就当作是在看戏，就是觉得可能不会打过来，或者是大家也觉得还好，可是对方好像又有你知道这么一点点意思，我就是感觉。然后我前一阵子看报道 ，CNN 就说，哎，台湾人好像已经很习惯被中国威胁这件事情哦，好像已经长达70年嘛。对，那我觉得经历过更多年代的，比方说像宪哥跟孙安佐两个世代的人呢，怎么样来看中共会不会打过来这件事情？中国的军纪常常跨越中线，然后就有。台海吴宗宪，对对对，就台海吴宗宪，我知道啦。啊，也好啊，我是台海，我就是台湾海峡的一道桥梁嘛，对不对？没问题，有宗宪就吴宗宪，吴宗宪就有宗宪。阿弥陀佛，你让一个基督徒吓得喊出阿弥陀佛，没有啦，各位，我拍照的时候永远比出这个 pose， 这是什么？Love and peace 啊！不担心上来是？啊，李工长，
不会啊，不会不会，都有啦，生意照做啦，就一切正常，对，一切正常啦，对，好吧，我们就尽可能不要去。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就是中国的军机常常跨越中线，然后就有我们这个资深媒体台海无中线，对，就台海无中线，我知道啦。啊，也好啊，我是台海，我就是台湾海峡的一道桥梁嘛，对不对？没问题，有中线就无中线，无中线就有中线，好吗？没有关系，找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有关系，无庸无。他最近在看《无庸物》啦，非常历史啊！这一段我从头到尾工作超过30年呢，对呀、啊，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我在台湾做的一切都很好，从头到尾也都做得很好。人家这个你去到了杜拜，人家当然也不能吃猪肉了，你硬要点猪排，那你就不要来杜拜啊！概念那么清楚，所以还好不用问我，好不好？因为我会打太极拳。所以我觉得在政府里面舔共的人也很多啊，我觉得这样老实讲啊，对。我今天已经看中国共产党不爽很久了，我只是之前因为官司问题我都不敢讲出来啊，因为我怕会被别人弄我的官司啊，对。我觉得很奇怪啊，很多时候那些政府的人都讲哦，我们要守护台湾。那、啊、请问你实质用来守护台湾的方式是什么？没有方式嘛？那、啊、你就只会讲嘛？那、啊、你可能说，那我也只会讲而已。啊，我只会讲，至少我可以带动别人。也许如果可以多加一个人，会为自己而做训练的话，那我就算是有付出。今天中共已经在你面前，然后他都已经在威胁你啊、哦，是已经军演了嘛，对不对？飞弹要打过来嘛？飞弹乱飞一通嘛，对不对？那、啊、结果台湾政府说了什么？台湾总统自己说，我们不回应，我们不挑衅，我们寻求外来国家来一起抵制中国，然后一起保护台湾。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意思就是说，我也不敢做什么，我只敢依靠外来国家，不是吗？不是就是这样吗？对不对？你看，对啊，就像你说啊，乌克兰当初也觉得不会打嘛，对不对？结果被全面开战。啊、你可能觉得我在危言耸听啊，老实说打仗机会现在会很快吗？已经要打仗吗？我自己觉得不会那么快，可是迟早有一天我觉得会。我今天就来讲这些东西嘛，因为我觉得我看太多艺人哦，真的太爱舔共，他、啊、什么都不敢讲，我也不知道在怕什么啊，是啊，怕什么？中共来暗杀你是不是？是这样吗？我觉得他们跟人攻击我们才会可以回击，这是很正确的。我现在没有说我们要直接回击 ，OK，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讲说，对方都直接敢怎样大规模军演嘛？为什么我们不能也一起大规模军演？为什么我们还要等其他外来国家来帮助啊？我知道要保护人民，但不代表今天别人已经在你头上大便了，然后你还什么事都不干吧？你总要有一个实质的作为吧？但目前就是没有实质的作为啊。台湾开放平民枪械电子开，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因为台湾真的疯子很多，而且一般人不会那么容易接受这件事情。我当然也希望这件事可以发生，只是我觉得每件事情应该要循序渐进，至少如果可以先开放更多的运动靶场，还有更多的枪种，这是我目前想要实现的目标。好了，有前辈呢，也有后辈呢，当然少不了这个中生代啦。中生代呢，应该算是最会开炮的一个族群啦、啊、那中生代代表是谁呢？就是我们的馆长。哎，馆长这次炮火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强的。哎，他这次不是机关枪扫射，这次是你知道有点那个大炮型的啦，因为他就直接呛瞎，因为有那个小粉红一直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带兵出征什么的。我觉得馆长讲的很有道理耶，就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你知道对我们做这些你知道这么就是攻击的事情，那他有做出一些回应，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大家可以看看喽。就多了一些白痴跟弱智嘛，一些小粉红来这边刷嘛。昨天po一个建立比赛，今天给我刷了，里面刷了一些垃圾话。我跟你们大陆朋友讲一句话，要打快打啊！我会不会去当兵？我会不会领兵去打仗？你打过来的，我们才能证实嘛。台湾人不会去打你们中国人嘛？就是有你们这种流氓、无耻、当正义。下贱霸凌别人，当做自己是做对的事情，你还有那个脸？我就说过了嘛，你让我安安稳稳一辈子这样，我也过了一辈子。你让我提枪上战场，中了发子弹躺在那里，呜呼哀哉，死掉了，为国捐躯也是一个死法。
你要打过来，你不用在那边假设题，你家怎么样？你家怎么样？怎么样？哦，怎么样？你来啊，怎么样？你来啊，你过来啊，我过去啊，你过来啊，我画一条线，你可踩过来啊，我踩过去了，我踩过去了，我还踩超过了呢，我还踩到日本去了呢，我。飞弹要射好，他是到日本去，是白痴是不是啊？是白痴吗？今天打这场仗死的一定不只是台湾人啊，我只能这样讲了、啊。哦，啊，你如果为了这样的事情你要摧毁自己的国家，我也觉得 OK 划得来。打仗要集结嘛，你集结的那一刻我们就集结嘛，啊，大家都来紧张嘛，武器大家都来买嘛，来射个够嘛，两边国力都来消耗嘛，人民都不要吃饭嘛，啊，最后爽到谁？爽到美国人嘛，啊，所以你有那么弱智吗？所以你们这小粉红是弱智吗？要打，赶快来打。这句话我好像18年讲到现在了啦，四年过去了，我又大了4岁，我又老了4岁，希望我有生之年呐、啊，可以看到你们提起勇气试试看，没有关系。就我所看，你们中共政权烂得跟坨屎一样，你敢打、哦，下台一鞠躬了啦。你想想看，他们这些人整天吃好住好用好，奴役人民这么舒服，敢动吗？不要一直打我这边洗说，哎，你不是要你先打过来，我才能上战场。我总不能现在直接闯进去海军陆战队，我要领枪。你领什么枪？领枪领弹啊，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淡水河架机枪，我等共军来犯，我要证明给他看，我敢。然后我就被抓去关了。你以为台湾没法律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像你们这样子啊，神经病！你怎么？哎，馆长，你不是说要领兵打仗吗？中共台湾啊，去啊，去啊！你打过来是不是啦？妈的，不啦，炸死呀！只会听到一些弱智小粉红，连枪都没拿过，军服都没穿过，整天在那边打打打打打打打。解放军200万，台湾后裔后备军人超过200万，你知道吗？军服都没穿过，规则都不懂，军有军法，你以为是玩游戏啊？小粉红是弱智还是我不知道新粉是不是？还敢呛我？你嘴巴那么厉害，怎么哦？我昨天不是讲来啊，打打看啊，我没地上战场，好不好？然后这边说，哎呦，你那么厉害，你怎么不签志愿役？你可能妈妈十块钱，你没得做志愿役啊啦？别你来干咩讲？你当作我是遐李伟还是议员？我的呸！要求哦，秀慧姐要告人了。哎、欸，最近还有告人的是谁？高尔轩要告粉丝，有一个姓韩的粉丝，真的小心一点，干嘛一直欺负我们家高尔轩呢？对不对？那另外呢？哎、欸，秀慧姐人那么好，她在家门口种了一堆花，有人给她偷走，傻眼呢！到底谁把她的花偷走啊？啊，我们来看看杨秀慧呢，决定要提告，而且呢，没有要心软了这一次。小偷头上动土，杨秀慧报警了，没出名对不起你家历代祖先。我压起来，你就明知那是什么人的店，明知那是什么人的店，你还敢来在我头上动土？你若做人做到连百几块花你都买不起，要靠港头皮，安尼你拜托去试试，还骗我，真的。杨秀慧气好气扑扑地说：“我店门口妈妈的开心花圃被没良心的小偷偷走一盆花，设下了5点大限，要求偷花贼把花还来，但是依旧没消没息。”然后八号他再度发文，本人已经完成报案手续，杀鸡儆猴。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是故意要出名的样子。我讲了，我的出名吼，我感觉应该是我对不起领导的代祖先啊，你要吹个月灾戏啊，我了解。而且我已经公布你的长相，我无咧惊啊，无咧要客气，我无咧要打马赛克的啦。啊，不容许你了，大呢？这我妈妈，我妈妈说这样代表叫她花回家了，就每天来都会算了，27盆了。现在剩下26盆了，这一盆是被偷走的了。因为我的监视器的角度刚好哦，刚好被一台车挡到，所以看了2天的监视器，我没有办法看到有人就是打回家躺下。现在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报警呢？你就不能放过他吗？会讲这种话的人哦，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谁喊逃班捕了，我喊的逃看你了。还有人问我说，那如果是一个老人怎么办？老人就可以偷东西吗？叫他不要再来就好了。我们也是有给人家机会，你懂？要不然我干嘛要写一篇长篇大道，你拿回来归还，我就当作没事。那我也等了2天我才去报案呐。我如果没有去背这个案，我跟你讲，我27盆的花吼，连咪都无了了啊。熊盖膜我觉得吓阻作用嘛，你不要以为那个花没什么，有什么了不起？
话唔是安尼讲的呢，我是讲老母两个光头光啊，很喘，买花脚买花，买到规身躯冻干呢。那个是吼、哦、一个心血的问题，你们不知道我们在种那个花的辛苦啊。现在我的店门口多了一张这个牌子，麻烦要偷花的、偷尿尿的、偷丢垃圾的，因为有24小时监视器，没有美肌，麻烦保持笑容，照起来比较好看啊、哦，且会报警严办。好、哦，再见啦、哦、哈、哦，我来去店里看有抗菌灰无，我再跟你讲哈。还不要判，要判这个少年罪。对，可是这个时候在法庭上，这个爷爷啊。哦跪求法官，希望你们都能够判轻一点，因为爷爷说养子不教父之过，父亲不在了是我爷爷的错。我当年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在研究你资料要不要让你进演艺圈的时候，看的那个真是会掉眼泪。我觉得很感激我爷爷那个时候、嗯、因为我觉得法官后来只判我保护管束、嗯、可能是因为我爷爷的眼泪、嗯、因为我另外两个朋友是去北关去蹲了，嗯，爷爷那个眼泪，其实我现在只要回想到他，我就会想到这一幕。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我在篮球上面的转捩点，嗯，因为自己书读得不怎么样，唯一能够证明我至少不是个坏孩子，嗯，只剩篮球，嗯，然后那个时候就花更多时间在训练上面，嗯，我还记得我礼拜四去文大休学，嗯，然后再去区公所。说姐姐，我要最快的一个体质，因为我想要赶快完成兵役，出来打球，嗯，打直篮。可是就是兵役服完了，一出来，级别垮。新加坡去了之后，打了，结果十字韧带啪断了一个，断了一只腿。回到台湾，打打街头篮球，好玩好玩。结果另外一只腿又十字韧带、哦。我是同一只。啊，哦，你是断两只。那时候人生就沮丧了，大概没有办法再打直篮了。那个时候。你看任何东西都是灰色灰暗，然后讲任何即便是鼓舞的话都是很刺耳，都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考试或者亏我、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真正很低谷的时候。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来找我了吗？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拉了我一把，就那天就大小 S 阿雅就哎、欸、我一个朋友蛮好笑的，然后哎、欸、介绍给伟忠哥，然后反正他就问我能做什么，我说都可以啊，我就喜欢带给他耍帅开心啊，可是我不会留在这边太久，我还跟伟忠哥讲得很清楚，我不会眷恋演艺圈太久，因为我等复健好我还是要回球场当我的篮球员。对，然后讲完以后哎、欸、伟忠哥用一个比喻，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从小立志当太监，终于下定决心想要进宫把宝贝割了，隔天早上民国了。我还记得你讲了一个很经典，说你跟着我不保证大富大贵，但至少有口饭吃。但是很想做偶像，结果还是培养成为谐星。我也没有要偶像梦。 I'm sorry。 来聊聊一个算是偶像也算是实力派歌手，但是又最近开始演戏的一位男星。好，他的姓氏呢非常特别，但是呢曾经有一个副总统也是这个姓氏，有猜到了吗？好，我们今天要来聊连承祥。哎，他最近演出的戏剧《门当户对》那个这部戏里面，虽然呢照理说他在里面应该就是会属于那种王子的形象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没想到哎、欸、哎、欸，他这次预告出来，我觉得好牺牲哦。你知道他做了什么牺牲吗？这也算牺牲吗？也算是，对，他整个屁股露出来。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太粗俗？但是，就是我从来没想到说，哎、欸，我可以看到连承祥的屁股哎、欸。当然不是很情色的那种了，是因为他跟那个大圆嘛，他们一起合演，然后。就是在一场田径赛的过程中，然后不小心把他的那个裤子拉下来了，有点像以前有一些偶像剧也是会有那种，就是搭公车什么不小心刹车，女主角就把男主角的裤子拉下来，但那个都可能拉下来是内裤，但这次连承祥是屁屁耶，是不是很值得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祥祥的屁屁其实蛮白的。我发誓。那天把你的裤子脱下来真的是意外。烛光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
上，我心事静静躺。不哥哥，我比较害羞，是我要一直手触碰在他的屁股上。我每一次要摸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张屁股的肤况好像比你的皮肤好。李宇轩从此就和我处处作对。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和平共处？不可能！这个高个拿来了。我有强壮的肩膀，姑娘都过来不要怕。哦，对，他觉得我穿学生装比平常穿时装好看。你有制服癖吗？怎样叫做有制服癖？就是看到会特别兴奋。特别想要看什么？看到女学生走过去。是看什么片？是因为会专注。你看到什么片？会跳舞。那你都看什么片？素人。这么多了。可以了。穿制服你都不看。爸爸妈妈了。我说爸爸妈妈很厉害。对，我在讲不是爸爸妈妈系列。Hello， 爸爸妈妈是什么？妈妈是里面的，妈妈是。因为我们剧情中，我们讲有一些就是很。很兄弟暧昧的那一种，就是可能我们要抱在一起，然后他会揉我的背后，揉背是我自己讲。一开始正常拍，哇，他这两块翅膀很大，所以后面又要抱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知道他到底这个练到什么样。那你是情不自禁吗？情不自禁，了解一下嘛，再画爱心。我很欣赏陈翔。到底为什么这么爱陈翔呢？他临死角哎，士兵那一场打过吗？从此爱上他，帅帅！我看到陈翔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好期待！发热是不是？没有，我是阴阳，我是阴阳。去洞房吗？去洞房啦，快呀！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呢最期待的就是本周新歌啦。这个礼拜呢有什么新歌呢？就是要带大家来看这个国民老公，然后行走的费洛蒙，我们的人气男星，也算是单飞不解散的一个男星，瘦子。瘦子的演唱会呢，真的是满满的费洛蒙，看他这样帅啊，唱啊，嘻哈啊，饶舌啊。其实我那时候有跟我妈讲说，哎呀，我有那个要去看瘦子演唱会，然后我妈说谁是瘦子？这边是不是大家会真的有长辈可能还是不太知道瘦子是谁啦？但是对啊，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这么帅，赶快去 Google 一下，听一下他的歌。还没听过的人没关系，留下来，我们让你听一看瘦子演唱会到底有多会唱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要忘记哦，每个礼拜天晚上十点。每个礼拜天晚上十点，对，我刚才想说晚上十点五十怎么会有这个时间啊？没有，是每个礼拜天晚，为什么会有十点五十啊？为什么会一直脑中浮现十点五十？没有，是每个礼拜天晚上十点，然后呢，请锁定小记者大爆料。如果你喜欢我们本集的内容的话，拜托啦，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你可以把那个连结旁边有个分享，有没有看到？分享按进去就可以有很多分享的管道，传到LINE群组里面也可以。拜托传到LINE群组里面，真的很欢迎，随便传，绝对不是病毒。我们这个节目呢，优质幽默，对不对？主持人又可爱又活泼又会讲。对啊，也可以欢迎 follow 我的 IG， 告诉我说，你想要看什么样的节目内容？我们有什么小单元啦？对啊，你喜欢看美食，我说明也可以去直击美食给你看啊。最近那个张文琪那个炸鸡店啊也开幕啊，说明可以去试吃啊。还有吴尊嘛，我们有直击吴尊的饮料店啊。这个夏天有一个那个芒果什么芒果的这个冰沙很好喝哎。对，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就是试试看啦，对不对？但当然呢，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掌握娱乐大事啦，还是再次希望大家呢帮我们按赞分享啦，让我们继续走下去喽。小记者大爆料走到二十集，还是要再来感谢大家啦。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Everybody on my way， 是切主题，我要坐在位。Everybody on my way， bitch you know I can't do it。Everybody on my way， 是切主题，坐在位。2000的外套被我拉进这个 rag and 我们懂个屁，最近在线几个懂的时间，我让电台放我唱片，我们懂个屁，最近在线这么近的时间，加上你的锻炼，站在原地目睹这个转变，帮你打造一个懂
年让你活在黑白世界，现在怀念那些 good old day。 第一首你唱重点，忘了这个年头还有人想冒风险。 I don't pray for no fame but I do want it， 这边叫我怎么做。